那说一个现实点的问题吧，就是，你有考虑回深圳吗？我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不是说我有考虑过回深圳。贝贝在深圳工作 ，CEO 在上海。就是事业肯定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事业还是要摆在，不是说第一吧，就是你要把它考虑在比较重要的因素上面去。它同样也是一个现实因素，对你的事业、你的生活都一定是挂钩的。就换位思考嘛，我很能理解你的事业在那边，就像我的工作在这边一样。我可能我的行业是科技互联网，那肯定深圳最适合嘛。对，就是暂时的职业规划是在深圳，而且我自己很喜欢深圳，你应该感觉到，我就想留在深圳的。所以异地恋其实是我个人不太接受的事情，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我理解你的想法了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就是因为远距离包括异地，就不管现在通讯方式有多方便，它一定会拉远这个距离。那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有思考这个问题。但现实一点来说，我可以很直接的说，它会是一个短期内的问题，因为终究它是会回到现实世界的。对啊，就肯定有现实问题，不用逃避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很正常。我在这里到底是因为在这里，这个氛围、这个契机而有感受，还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有感受？是两个冷静人，超级理智，他们两个。